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啊！我们看课本63页啊，这里在讲啊，佛陀的一个名号叫做一切智者。那么有人就这么说，那么天啊，一般印度啊所侍奉的啊这个三个天神啊，那也是一切智者。啊，那我们说过，在佛陀时代讲到最多的三个天神，一个是梵天，啊，一个是刀立天，一个是摩天，啊，叫做天摩梵，天刀立天摩，啊，基本上是欲界的，指欲界的啊他化自在天，啊，那另外一个就是色界的色界顶的这个大梵天王。那到龙树的时代啊，那基本上印度教已经所谓的有所谓的三相神啊，分别代表所谓的生住灭、创造神啊、维持神、保护神，以及啊所谓的毁灭神、破坏神。那所以龙树这里说的基本上啊是所谓的啊三相神。那这个三相神的特点啊，基本上第一个啊，印度神的特点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啊，他不是正常人，所以他的手、他的脚、他的眼睛、他的头啊，他不是一个头啊，还有可能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啊，像梵天啊，他就四个头啊，后来啊就变成啊，把它叫做佛，叫做四面佛啊。那大自在天啊，他基本上，他也是八臂三眼啊，那么佛教界也有人把他叫做大自在王佛啊，也有啊，现在也有拜大自在王佛的。那其实都不是佛，都是天啊。那这个他也是啊，八臂三眼啊，就是你只要看见不是正常人的啊，就是一般人是一个头、两个眼睛、两只手、两只脚啊，是这样。那么只要不是的，基本上可以说都是印度神啊。但是后来的大乘佛法，他讲到啊，即使这些天神啊，也都是菩萨啊，也都是菩萨，就是说他也曾经发菩提心，他修过啊这些善法啊，成为这些天王。释迦牟尼佛也说过啊，他过去生做什么天王，做什么天王，做什么天王啊，也做过。那么，但是那个时候他还不是，有些是，有些不是，还不是所谓的无生法忍的菩萨啊。那这个大乘佛法里面，特别是初期大乘里面，很多的天神都是大菩萨。后来到了后期大乘，很多的鬼王都是大菩萨啊，就变成这样。这个我们要知道他的思想，其实是有一些转变的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菩萨像啊，特别是密教的很多菩萨像，其实都是反印度神的概念。那印度神的概念有几个特点，你看这里写的也是一样。第一个，他不是正常人啊，他的像啊，那从主要是从头、眼睛、手跟脚。啊，但是脚很多只的比较少见啊，都是手很多只的啊。那比较有少有那种很多只脚，还有就是它也有可能是半人半兽啊，也有这样子的啊，或是像头人身的啊。反正这种就是啊，就是不是一个一般的正常人了。第二个就是它有坐骑啊，就是它可能啊，骑孔雀啊，骑牛啊，骑金翅鸟啊，那就很多种啊。那这些
基本上都不是啊正常的菩萨。如果在初期大圣里面的般若经或是其他的里面说的啊，那么菩萨是没有骑动物的，没有坐骑。如果有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坐莲花啊。如果有了啊，那坐莲花基本上也是印度神啊，那、啊、也就是印度的这个吠陀里面啊，那么也是都是强调有些坐莲花。那莲花是表法比较清净的啊，好，出污泥而不染。那这个基本上在即使在初期大圣里面的菩萨像啊，就是通常啊菩萨的形象通常的重点啊不在他的身相，而在他的心行，就是他的慈悲心、他的智慧心以及他利济众生的这些种种行为，为众生牺牲的行为，他重在这里。那印度神因为要强调他的威德力啊，他的力量，所以会从第一个他的身相跟不是一正常人，然后他可以调伏当时印度比较常见、比较有力量的，比如说骑象、骑狮子啊，骑那个象王啊，然后骑这个金翅鸟王啊，骑孔雀啊，后来变成孔雀明王啊，反正就是会骑很多种啊，这是一种。第三个。他因为他有些很多只手，那么他的手一定有拿武器啊，或是拿表法，拿铃啦、啊、拿背啦、啊、拿蛇啦、啊、拿什么哦，脚有可能踏鬼啦、踏什么啊、踏龟啦、乌龟啦、踏一条金翅鸟啦、啊、手拿着龙啦、拿着蛇啦、拿着武器，他有拿武器，表示要降服。啊，那因为在宗教的这一些传说里面，包括旧约圣经，不过旧约圣经的神不是像印度的神那样多头多脚的，但是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很容易生气。啊，你看旧约圣经，有人研究过旧约圣经，上帝在旧约圣经里面总共非常愤怒生气了160次，那很多次都是用水把人淹死啊，你看他把大洪水淹死所有的人，只有诺亚一家八个人得救，啊，然后又用火啊烧什么城啊，反正非常多了啊。那么其实旧约圣经里面的上帝，印度吠陀里面的这些神啊，那大部分都是他，你听我的话啊，我给你福乐；你不听我的话，我就让你受苦啊。就是有那种，我们等一下再看啊，他有那种苦逼迫啊，畏惧让你部位的。第一个，他很容易生气，而且他会表现出来，让你产生恐怖，就恐怖他、畏怖他啊。讲这个啊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说。就是说，印度神基本上有三个概念，第一个就是啊，他的身相不是正常人；第二个，他有坐骑啊，这表啊他的威德力，他可以降服那一些啊一般人会害怕的东西，或一般人没有办法降服的东西。啊，那么不管你骑啊，或是它代表很有力量的啊，像牛，大白牛啊，这个在印度也是代表神有力量的啊。那么狮子啊，那么这个恶龙啊，这个就是大蛇、大金翅鸟，反正很多了啊。那么这一些，就是它有坐骑，那么它有所谓的中国叫做三头六臂啊，或者三眼啊。啊，类似像这样的啊，他有所谓的多头、多臂、多眼啊，然后他有坐骑，而且坐骑不是一般的啊，然后都是比较具代表性的动物啊，比较大的、难以降服的动物。然后第三个就是他有拿武器啊，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，有权杖，都代表权力的权杖，以及代表可以降服你的这个武器啊，都有这一些。那这个是印度神的主要的这一些概念。那还有一个就是，大部分它可以视线，它可以视线很多种身啊。那么这个也是。那初期大圣菩萨也是强调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啊。那释迦佛在我们在阿含经里面也看到佛有时候会化现啊，视线。啊，因为有神通就有这种能力，这是表示他的神通力。不过啊，如果我们怎么样分别啊，
就是佛陀时代的菩萨像啊，以及啊佛灭后啊，那么依印度神的这个像，那么来取代所谓的佛菩萨像。那包括佛大圣的时候，佛基本上还是正常的。那到了密教啊，佛也是不太正常啊，就是说他的像不是正常人的啊，两尊佛抱在一起，愤怒像、贪爱像啊，然后有时候叫做什么欢喜佛、愤怒佛，反正这是他已经又开始转变了。那我们要知道，这些其实都是最初都是印度像。那么佛法要摄受这些印度教徒，基本上啊，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出现啊。当然，印度教也摄受佛教啊，他认为你的佛陀就是毗湿奴的化身啊，反正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个我们要稍微知道啊。那在大乘佛法里面，我们说过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相，而是他的心行啊，心他是什么心，以及他是怎么修啊，修行啊，是其实重点在这两个。后来就会变成都是啊菩萨像，特别是菩萨像，北传的菩萨像就比较不是一般的正常人。那藏传的连佛像都不是一般正常人啊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啊。那大部分我们说大部分的宗教，它的一个神真神啊，那基本上都差不多是这样。你听我的话，我给你好处啊，就是我给你富乐啊。你不听我的话啊，我就让你受苦。那现在大众都在讲这个东西，就是说真正这些天神，他不让。他没有能力让你啊离苦得乐，没有真正的啦。但实际上他也是可以影响你啊，老实说啊，不要说天啦，就鬼神都可以。那但是如果我们从真正的天人的性格来讲，那基本上天升到天，他有十善的特质。那么升到色界天，他有禅定的特质，他不会轻易发怒。所以这些天神描写这些天神的基本的这种概念，基本上都是人为了控制其他的人，假借天神的名义说的啊。因为你说像刀立天，即使跟阿修罗打仗，他也不会杀阿修罗啊，他也不会处罚他，他反而给他吃好的、住好的，叫做五欲之神捆绑他啊，给他看，给他听歌，叫天女唱歌给他听，叫天女跳舞给他看啊，给他最好的饮食、最好的东西吃，让他啊忘记要打仗这一件事，觉得在天宫享受真好啊啊。其实他也不会说处罚他、杀害他，其实不会的。那么刀立天都这样了，那么何况是更高的天？那么比较会打仗的，大概就是刀立天底下，就是四王天。四王天底下这些夜叉将。四王天统领的有些天龙八部，他是钱达婆、阿修罗啊，就是他有一些夜叉将啊。这些夜叉将基本上啊，他虽然在天底下，但是他基本上比较可能是善没有修得那么好，所以他的善心比较不足，所以他会惩恶啊，也会就是他会看见不好的，或是他也会跟人家打仗。那么大概就是属于这些天兵天将夜叉啊，那么这一部分啊，他比较夜叉跟罗刹，夜叉是比较好一点啊，夜叉比较会帮助人啊，有一点像侠客这样啊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，然后看见佛弟子要受到这些恶鬼伤害了啊，去惩罚去打这些恶鬼啊，类似像这样。但是天神基本上，如果以天神的性格来讲，从刀立天以上的。他不太会有嗔恨的心，因为嗔恨是欲界比较最初的过患。你常有嗔恨的心，你很快就从天上掉下来了啊！而且你杀了那么多人，杀业那么重，你很快就从天上掉下来。但是他不会有这种性格啊，不太会有啊。这个我们稍微要知道一下，这是很多对神的描写，基本上都是人说的啊，他并不就是神说的啊。包括啊，以前我看那个旧约那个神实在是动不动就生气，而且一生气啊，你看他一生气，把那个
把那个所有的众生都除掉，连牲畜都不留，啊，连动物都不留，啊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啊，那基本上这种性格不符合十善的性格，那你一定是具足十善，你才升天的，啊，那你也不可能说到色界天以上动不动就生气，那你没有定心，那也不太可能啊。那但是我们会看见世间上的很多宗教，他的神啊，那么都是这个性格的。他通常跟鬼神一样啊，就是他就是两种，一种叫做威胁，威胁就是你不听我的话啊，你就会很惨；利诱，你听我的话，你就会很好。通常不离开威胁跟利诱啊，那。现在来讲，佛教里面的佛菩萨不是这一种，而且他会告诉你，你的苦乐不是从天神来，也不是从佛菩萨来，是从你的业来啊。他底下就讲这个东西啊。那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祈祷，对神的祈祷，因为他觉得他的福乐、苦乐啊，都是天神给的，所以啊，要借由天神把他的苦拿掉。啊，借由天神把他的福报啊，那么加满啊，那以前中国也是这样啊，啊，那么天官赐福啊，那么如果国家发生什么灾难了，皇帝要率领文武百官去祭天啊，或是祭河神、祭什么啊，就类似像这样。那这些都是以前的人的观念。那佛陀，印度也这样，中国也这样，其他地方都这样。老实说啊。那佛陀出现在世间的时候，告诉世间的人，你的苦乐不由天，你的苦乐由业而来。那其实一业有苦有轮回，这个是奥义书就确定了，但是天神还是占很重要的地位。奥义书并不否定天神啊，并不否定吠陀。他虽然讲啊，你的轮回是由业决定，你的解脱是由你的智慧决定啊，不是吠陀了，是阿维苏了。阿维苏是吠陀在演化的啊，但是他基本上还是尊重吠陀的啊，那么还是重视法会、祭祀法会的啊。那吠陀是三大纲领嘛，一个吠陀天启，这个是神说的，有绝对的权威啊，不可以怀疑。第二个啊，那么这个祭祀法会啊，有绝对的效用。啊，那么也不可以不做。第三个，婆罗门有绝对的代表性啊，他来送这个吠陀经啊，那么代替你或引领你啊，向这个天神祈祷啊，透过啊这个四吠陀里面记载的向天神祈祷，可以有绝对的功效啊。那么这些观念基本上在印度啊，那么是根深蒂固的。即使是奥义书强调一业有轮回，那么奥义书当时这样说的时候，也不是对所有的人这样说，只对少数的人这样说啊。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稍微知道的。那龙树时代，我们说龙树时代基本上已经是可以说是第一个印度教的时代了啊，可以说是印度教跟六派哲学的时代了。佛陀时代是四吠陀跟六师外道的时代啊，那这个是不太一样的，就是说它的概念已经有一点点，就是有一点转变了，所以它的神也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啊。那印度基本上后来就强调三者神，毗湿奴、湿婆、梵天啊，当然也有所谓的三位一体啊，就是结合三位其实是一位啊。那其实是代表所谓的生住灭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在读到这个的时候啊，那稍微要知道的。所以它的标题是啊，这个天啊其实是有烦恼的，特别是嗔恚的烦恼啊，嗔恚的烦恼啊，当然骄慢心啊，梵天以上都有骄慢啊。那常部位啊，常部位并不是他会害怕，而是他会因为嗔恚跟骄慢让你害怕，哈哈，你再不听话啊，我会把你的福报拿走，我会让灾难降到你身上啊。那是应该是这样啊。
就是它会让人部位，我们说它就是威胁利诱嘛。啊，好，那我们来看，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，它不是一切智者。他说：“此不应一切智啊，就讲上面三个天啊。好，那他说为什么呢？称谓骄慢心故啊。那大梵天的骄慢是很有名的。好，那如记说，这个记到底出自于哪里？我们找不到了，我也找不到啊。那但是他这里后面有讲啊，说有俱舍论啊。”啊，不过《俱舍论》卷七里面啊，它指其实也啊，它有类似的意思，但可能也找不到类似像这样一个记啊。好，它可能在另外一本，就是印度的这一些，就是另外的一本论或另外一本经里面，应该是另外一本论里面有这样说啊，但应该可能不是《俱舍论》。那俱舍论稍微有引用到，啊，它底下有底下注解上有啊，就俱舍论卷七卷十九，啊，不过你去看的话，它啊它有稍微说到啊，但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啊。好，但也有可能啊，那么榕树把它说成记啊，不过他这里讲如记说啊，这明显是引用的话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啊，先第一个看这个记有一些有时候。这样看有一些不容易懂啊，所以我们把它画出来给大家让他知道。第一个，若彩画像即泥像，闻经中天即赞天，如是四种诸天等。好，我们先来看，他说有四种诸天。那么你可以看底下第二个讲啊，其实还有462页，62页十一佛陀这边啊。问曰：这里明显只讲三个天，啊，就是梵天、毗湿奴、湿婆，啊，那所以他底下啊，第二个佛读佛应当受佛名号，复次是三天，也是讲三个天，所以他这种四种，要不是他写错，应该是如是三种诸天，就是这三种是指有三种天啊。那么因为他只讲前面只讲三种天而已嘛。三种如是等诸天嘛，有没有？你看，你看六十二页啊，六十二页经文倒数第二行啊，那么皆是诸天的如是等诸天，各个言大，皆称一切智啊。那这个如是等诸天就只有三种而已啊。那么摩悉所罗天啊，那么，这个维纽天、鸠摩罗天啊，你要我们再看啊，就是三种天，摩悉所罗天啊。那其实就是湿婆神，啊，那维纽天啊是毗湿奴，啊，鸠摩罗天其实是梵天王，大梵天王啊。好，那这个前面的经文其实只有讲啊，那如是三种诸天等，啊，只有这样讲。但这里讲四种的话，有两个可能啊，一个就是从啊前面的文来看，彩画像、泥像。啊，闻经中天即赞天，就这四种啊。啊，如果从他的经文来看，啊，如果所以如是四种诸天有两种，我们可以这样看的 啊。那一个是他，你对天神的，你对天神的认识，就是不外乎你对天神的认识，就是他的形象这些认识，不外乎从什么？从眼及从什么？从耳，从眼看见。耳朵听见，哦，这个天神怎么样怎么样？这个天神有八个手背啊，有三个眼睛，有四个头啊。这个天神能够给你怎么什么啊？能够怎么样怎么样？那么就是你对他的认识，不外乎是眼睛看到的及耳朵听到的。那眼睛看到的就是他的像啊，所以你看那个印度神的神像啊，那个四只手，然后拿手背，然后有愤怒像。啊，什么像什么像啊，特别像湿婆，湿婆很容易现那个愤怒像啊。那么，所以这个就变成啊，你所见的，你对天的理解，不外乎是眼见耳闻。眼见就是见他的像，那个像有两种，主要两种了，彩画的，就是用画的，以及用泥塑的，啊，就是画像平面的，以及具体的泥塑的，当然也可以木刻的，也可以铁铸的。
啊，然后金造的也可以啊，就是金属的，就是立体的、泥塑的，以及用画的啊。那当然当时那个当时那个泥塑的，是木头做的，可能是比较多了啊。那用金属做的，可能在榕树那个时代啊，可能没有那么多啊。那么用泥塑的可能最多啊，所以这里也可以这样解释啊，因为不然你不晓得他到底要讲什么。就是说你对神的这样的理解，因为这里在说那这些天神是不是一切智者？好，那就从这个啊，从他的相及他的性啊，他的体现，他的这些来看啊，那我们对天的理解，或者你见到的塑像，因为你不可能直接见到天像啊。天神的像啊，你没有啊。一个就是你听到的，听在哪里听啊？在他的吠陀经或者他的什么经里面听到哦，这个神啊怎样怎样怎样，或是从赞颂、寄颂里面赞颂啊，因为一般印度也是这样嘛啊，他会讲给你听，或是经中吠陀经里面记载的，或是他有流传出来赞颂的部分啊、寄颂的部分啊。歌颂的部分啊，这一部分啊，讲这个天怎样怎样。好，那就四种了啊。那如是四种啊，就是你对诸天的这一些理解啊，那么就是来自于你眼睛看到以及耳朵听到啊。那所以这四种是你对天的理解啊。所以如是四种诸天等啊，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两种解释啊，就这个文来看啊，不然你不晓得他在说什么啊。一个一文解义来看啊，四种是指前面的彩画泥像啊，那这个是你眼见的啊。那么第二个是你耳闻的，闻经中说其赞颂说啊，对天的赞颂，对经里面对天的描述啊，就这两种。好，那么这四种让你明白这些天啊，但你会发现到这些天各个手执诸兵杖。好，那么他手执兵杖的一个作用是受什么？让你害怕他啊！所以他这里啊，他这个偈里面啊，他这个偈里面我们应该这样看啊：第一个，若力不如畏怖他，这是第一个；第二个，若心不善恐怖他啊，这是第二个。那么此天定必若怖他啊，这一句最难懂。我在那边想了很久啊，这一句应该是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啊，然后另外一个若少力故畏怖他。好，那这很明显，如果依这个例子来说，它就是有三种情形啊。那么一个如果力量不如的啊，那么他就让他，其实不畏他就是令他生不畏，先畏怖，畏怖他就是令他生畏怖。啊，那么就是这个第二个，若心不善啊，假设啊，他心不善有可能是指众生的心不善啊，或者这个神的心不善啊，所以前面如果力不如啊，就是说，因为天神跟天神也会打仗啊，那么如果跟天神打仗，那就看要谁的力量大啊，那这个是一个。那如果我是众生，因为他这里如果对众生来讲啊，所以因为我们没有读到原文，不晓得他原文是什么。不过从这个文来看，基本上就是啊，讲到这个天神的性格啊，那前面就是天神的相貌。好，那这个性格里面啊，如果力不如啊，如果他力量啊弱力不如，就是这个神的力量如果不如啊，那么他可能啊，那么会现让他害怕啊，那其实是他自己害怕啊。那我们看这个众生里面很多也是这样啊，比如说青蛙遇到敌人了、啊，他会把自己鼓得很大啊啊，类似像这样。那或者啊，那么心不如也可以说，如果我们从这些神的这个经里面来说啊，如果你不听他的话。啊，或你不随顺他啊，那么他也会让你产生恐怖害怕啊，他会生气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这样看啊，就
先来看说力不如，胃不他，心不善，恐怖他，少力故，胃不他。那这种心不善，力不如，少力故。那么少力故也可以就是力不如啊，或者是他力不如他，或他自己啊本身力量比较少啊。但是你如果说从力不如跟少力故看起来好像是一样，因为若力不如胃不他，以及若少力故胃不他啊，那这个是有一点点一样啊，你看就有一点一样。好，那若心不善恐怖他啊，那么后面这一句其实是很难解释，此天定必若不他啊。那么因为寄送在翻译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办法取它完整的意思啊，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从，因为看不到原文是什么，那如果我们要来解释的话啊，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啊。啊，我们来看啊，就是啊，若力不如，若心不善啊。但是因为这两个有一点一样啊，那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啊，就是胃不他啊，也基本上是一样的，这点看起来有一点一样啊。那么他说此丁此天啊，定必苦不他。你可以这样看，就是把这个看成是一组，然后这个就是总结的。那也可以把这个看成一个，那这个看成第二个，那这个是在讲这个的啊。那么这个是在讲这个的，也可以这样啊，就是说，因为它后面有两句嘛，此天定必若不他，可是这个若不他，你没有办法解释啊。因为他如果前面讲心啊，若心不善，那就变成，比如说这个是在讲这个，这个就变成讲这个，这个就变成讲这个。我们可以两种解释啊，一个就是就这样解释，这三个是一组，然后这个是总说，然后这个是在说明的，然后或者这样，因为看不到原文嘛，或者是他这个是一组，那这个是在说明这个的啊，就是因为若力不如胃不他。所以他就说若少力故胃不他，此天定必苦不他啊。这个若少，这个是在讲这个，这个是在讲这个，这是一组，就是若少力故胃不他，把这个重复一次，此天定必若不他啊，就是若心不善，那你恐怖他，那么这个此天定必若不他啊，那四天一切常不畏啊，那么这个是在讲这个的，就变成这样了啊，就是大家不知道清不清楚，反正大概，但是我们大概，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找到原文啊，那但是就是它大概如果从这个文来看啊，因为这个跟这个有一点像啊，所以这个也有可能是重复这个，然后再来讲，那这个是在讲这个的啊，若心不善恐怖它。不过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，这个若就要改成苦啊，苦怖它嘛。啊，那但是我们这样看可能会比较啊，若力不如，若心不善，若少力故啊，胃不他，恐怖他，胃不他啊。那么从这里来看，不管他在什么状态下，天在什么状态下，这个天都是怎么样，都是会令他产生胃不恐怖的苦啊，都会有令人恐怖的苦。那么这样，他就会有两种情形啊，一种就是。这个天常常会让人怖畏，而且它会让人受苦。那既然会让人怖畏、让人受苦，它就不能除却一切诸衰苦啊。所以苦嘛啊，所以如果我们就这样看，可能是比较啊，比较可以，就是比较顺畅一点的啊。就是它有三种情况会让人产生恐怖畏惧。好，那么不管在哪种情况啊。那么它都会让人产生畏惧，定必一定啊，会让人恐怖啊，会让人怖畏嘛，怖畏的苦，有怖畏恐惧的苦。所以总结，这个就变成总结啊。那么如果是这样啊，那么这个天时不时啊，这一切常怖畏，时不时就会让人害怕啊，稍微不顺他的意啦啊，等一下后面会有讲啊，比如说这个来讲啊。
因为他后面写到《俱舍论》嘛，啊，就是兰莫特啊，他的一个去注解里面有讲到这个，啊，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，先把这个搞定了啊。这个其实是啊，他这个文不同意啊，那所以这个把若，他应该是写错字啊。如果我们要照这个文来看，他写错字不是若，而是苦。此天定必苦怖他，啊，令他恐怖受苦，啊，那这样才有利，有不然此天定必若怖他，这是怎么解释你也解释不来啊。那但是苦写成若也是很常见的哦，啊，你像很有名的《阿弥陀经》啊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，因为以前是抄经的嘛，他后来就抄成苦一日，苦二日，苦三日，苦四日。啊，苦五日，苦六日，苦七日啊，所以这个是在戒里面很常见的了。好，所以这个若应该改成苦。这个若如果不改，你很难解释啊，或是你如果不改，你要解释，其实也可以的啊。那但是不容易解释。那这个电币啊，那这个也很难了哈，也有可能是心啊。反正我们这样看是比较容易的。此天电币苦不他。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，在这些情况下，这些天都会这样做，让他升起恐怖、忧患的苦啊。那么，所以总结四天一切常不畏，因为他很多种情况，他都会让人害怕、恐怖，会让人受苦，所以他不能除却诸衰苦。好，那这个《俱舍论记》里面，他就这样讲啊，他就这样讲，他说啊。这个人为险恶事，割截众生，啊，就是这个自在天呐，啊。举这个自在天为例，人烧众生，啊，那么现可畏相啊，都讲这个啊，现可畏相，啊，就让人害怕，这就是令人害怕的，恐怖他啊，令他畏怖，令他恐怖啊，基本上是这样，啊，然后恒以苦惧，哈，逼害有情。这个苦惧就是什么啊？就是这些手持的这些兵器啦，这些兵器干什么？处罚你的啊，惩罚你的啊，让你受苦的啊啊！那所以恒以苦惧，逼害有情啊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啊，那基本上他再来解释这个东西啊，所以他就变成啊，这个此天定必苦不他，四天一切常不畏，不能除却诸衰苦啊。那我们说啊，这个，比如说他举个例子，有三阿修罗啊，将三个国土啊飞行空中啊，从自在天上过，其天不耐，以火箭射之。当然，我这个是神话了啊，就是他有三个国土啊，其实类似，比如说星球啊，飞过哪里啊，然后飞过太阳，被太阳的火烧到了 啊，类似这样。我们只能这样想啊，那类似他在讲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是他们神话的一部分，那这个神话的一部分来表示这个天神的威德力啊，你要听天神的话啊，你不要违逆天神的旨意，要不然啊你会尸骨无存啊，类似像这样。所以其天不耐啊，以火箭射之，其实就是用火烧他们了，啊，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也很常见的 啊水淹火烧啊，这是很常见啊。那么烧三国土，一时俱尽。好，那如果所以啊，他这里还另外有一个以龙贯人足乳啊，就是把那个人骨，他有挂一个人骨。你看印度神的里面有在挂那个人骨，用他那个人骨念珠，用人的骨头啊，那个挂成一个念珠。那么挂成念珠让人害怕，系其头顶啊。他后面还有啊，我们稍微写一下。他说：“这个又以龙背杀象取皮，又以龙的手背啊，龙是比如说很大王子很大的龙臂啊，其实就是龙的身体啊，龙是一条很长的东西嘛啊，跟大蛇一样啊，龙臂杀象取皮啊，来杀一头大象啊，你看。”这个都是表示力量的杀象，然后把大象的皮剥起来，啊，杀象取皮，啊，它就是要给你形成一种啊恐怖的这样的
一个象征的杀象取皮啊，吐血啊，反披啊，啊，整身涂满的血，然后把那个皮啊反过来，因为皮外面是看起来是皮，但是你反过来披，里面就都是血啊。好，那么所以啊，从这里来看啊，他后面的结局就是啊，不能四天一切常部位不能除却诸衰苦啊，这个就是他总说。那么总说就是他不能让你离苦，因为所有的宗教，都有一个趋向，就是为了要离苦得乐啊。那道家叫做趋吉避凶啊，趋吉避凶。那么从预防来讲啊，从还没得到来讲啊，那趋吉啊，到好的地方啊，离开不好的地方，不好的人事物，得到好的人事物啊，它有这种功效。那么这个是从过程来讲，它是所谓的趋吉避凶。那么从结果来讲，叫做离苦得乐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那么他要告诉你的就是，那么一般人认为的啊，我祈求天神。啊，那么我就可以获得什么啊？获得什么啊？那么我祈求天神，我就可以避免什么啊？不好的，可以得到我想要的啊。那么其实佛教界里面后来也受了这个影响啊，也开始对佛菩萨啊，那么祈求祈祷，那么向佛菩萨谢罪灭罪啊。那么念了哪些经，哪些佛菩萨就灭你的罪。啊，念了哪些经，哪些名号啊？那哪些咒语，佛菩萨，不管是佛啊，有很多佛，很多菩萨。那哪一尊佛，哪一尊菩萨啊，就增加你的智慧，增加你的福报啊！求男得女，求男得女。后来佛法也变成是这样，但是原来佛法不是这样的，佛法原来是不是给你，是教你怎么做，教导你，劝诫你。他离苦。他的离苦在于劝诫你，所以法跟律，法律比较重在劝诫你，不要这样做，你这样做会受这样的苦。啊，他劝诫你，你已经这样做了，告诉你你要赶快停止。啊，像这个瞿家里一直在回谤舍利佛目犍连，啊，那佛陀看到他了，他业告快要成熟了，他要及时制止。你再回谤下去，因为水要满了，气球要爆了。啊，你再一直吹它就爆了，你再一直接它就满了，就溢出来了，叫做恶贯满盈嘛，它就要受爆了，业报要成熟了，他赶快去跟他说，你不要再回谤了，啊，那你以后会受苦，啊，他也不听，后来没有多久回谤了，真的是气球爆了，他就堕地狱了，啊，所以佛陀基本上让你离苦，他是劝诫你，所以佛弟子都是相教相戒，啊，互相教导。怎么样可以得解脱得乐？互相劝诫相戒，啊，教戒相教导相劝诫，不要怎么样可以不受苦，或是已经在受苦了，要怎么样可以赶快离苦？你不要让它成熟。佛法是这么教的。后来受了印度教的影响，啊，其他宗教都这样啊，不是印度教这样而已啊。老实讲，其他宗教都这样。啊，不管你是回教、犹太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，啊，乃至一般啊，萨满教啊，反正很多了啊，啊，本教啊，不管都是这样，都是神有决定权，啊，神决定你的苦跟乐。佛法不是这样的，那其实很多的佛教徒其实都是不是真正了解佛法啊，受到这个影响，啊，持什么咒灭什么罪，念什么佛灭什么罪啊，那持什么咒。有什么功德？念什么佛？什么功德？念经、念佛啊，那么拜忏、持咒，就认为由神来决定你的苦乐，看让你离苦得乐啊！我造了五逆十二，我念楞严咒，楞严咒就可以灭五逆十二啊！那么我只要现在好好的念佛，我未来就可以升到极乐世界，然后在那里就成佛，多好啊！省事是省，啊，而且不用很麻烦，啊，就横出三界啊，那太好了啊！其他的什么缘起、四谛、八正道都不用，哎，这些没有用啊，
只要这样就好了，你不用懂缘起，不用知四谛，不用修八正道，啊，你只要持一句咒，啊，一个佛号，啊，诵一部经，不管你造了五逆十恶，啊，你念这个咒就可以灭。你念一声佛号，念念念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你就好好念，天天念，不要管什么，不要管缘起，不要管四谛，不要管八正道，不要管中道，你只要好好念佛、拜佛、诵经、拜忏，一切罪都消，一切智慧都现前。我告诉你，没有这种佛法，这个不是佛法。可是现在的人对佛法误会太深，这些其实都是神教，只有神教才会告诉你神决定你的苦乐。所以这里其实是在告诉你这个东西哦，啊，那你我们佛教徒只是把毗湿奴、把湿婆、把这个梵天换成释迦佛、阿弥陀佛跟药师佛，换成三尊佛名而已啊，或是换成地藏菩萨、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弥勒菩萨啊，就是换个名字而已啊，换汤不换药啊。那么这个其实是啊，其实相也换了啊。你看那个菩萨啊，多手多眼的，那其实相是表法而已，那个还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最大的问题啊，因为你印度人是拜这个相吗？他觉得这个才有威德力吗？你两只手不够力量啊。啊，两个头不够力量啊，两个眼睛不够力量 啊，所以他用那个相来告诉你啊，其实真正的菩萨就是你们的神的那种力量，他是具足的。这个就是他的概念转换啊。比如说像佛陀讲啊，这个真正的婆罗门是高贵的意思啊，那真正的高贵是你品德的高贵，不是你血统的高贵。啊，他讲这个嘛，那真正的力量不是那些头啊、手也很多只，而是他有智慧、有慈悲这种力量。但是为了摄受印度人，他必须要用印度人的像。你说像我们的佛像啊，佛像的起源就两个地方嘛，啊，犍陀罗跟摩陀罗嘛。犍陀罗是希腊式的佛像啊，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佛像，所有的佛不管是啊什么佛，都有什么都有头发的。这个是希腊人的啊，米兰陀啊，希腊曾经统过印度那一部分，所以他造像，因为他们那个造像雕塑很厉害，所以他造出来的佛像是有希腊风格的，这个叫犍陀罗的嘛，啊，后来就变成佛像，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有头发的。那你在扮演那个佛陀传的，他一定要戴一个假发，假发是一粒一粒的，卷卷毛的，一定要这样？没有，我告诉你，真正的佛像是没有头发的。释迦佛在印度的时候，他基本上是，他不可以说初一十五大家要剃头，但是我不用，因为我是佛，没有，不可能这样。第二个啊，到了中国之后，所有的出家众都戴念珠了。玄奘大师去印度没有戴念珠啊，但是你要演玄奘大师，你还必也戴一条念珠，不然不显得不多威德啊。其实不是啊，没有这种，但是因为他变成。在这个世间，它变成大家的观念是这样，然后他就把它塑造成那样，啊，那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好，那这个是他这里说的啊，就是我们稍微了解。然后后面就是他不能让你离苦，他也不能让你得乐，啊，因为他本身就会常常让你受苦啊，你动不动他就恐怖你，哈，就你不听我的话啊，我手有武器啊，啊，那么。我可以让你受苦啊，啊，那现的相也是让你受苦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不能让你离苦，可是那他也没有办法就让你啊得你想要的幸福啊，所以他后来会讲，有人奉事恭敬者，现世不免莫忧海。你为什么要恭敬他？你想要离苦嘛，啊，那么有人不恭敬不供养，现世不妨受富乐。就算你不恭敬他，你也可以得富乐。就算你恭敬他，你也有可能得忧苦。那这是代表什么？他不是决定你苦乐的，所以他的重点在他不能让你离苦，其实也不能让你得乐啊。你的苦乐不由神决定，可是佛教徒都知道啊，皈依佛终不皈依外道天魔啊。但实际上，你的佛就是外道天魔，你只是把外道天魔转成佛而已。
你的苦乐是由佛决定的，佛不决定你的苦乐啊，佛只是告诉你苦怎么来，乐怎么来，这种苦会具足什么因缘可以有这种苦，你要离这种苦，你要去掉它的因缘，这种乐你必须要具足什么因缘可以得到这种乐，你要去修学具足这种因缘，这个叫做缘起嘛，有因有缘世间起嘛，有因有缘世间灭嘛，有因有缘你会受苦，有因有缘你不再受苦，有因有缘你得解脱，你得人天，有因有缘你不得解脱，你不得人天，你不得乐，佛法在讲这个道理，所以啊，他才会讲有人奉事恭敬者，现世不免莫忧海，有人不恭敬不供养，现世不妨受富乐，当知虚狂无实事，是故智人不属天。所以你说这个天是一切智者，其实这件事不是事实，你说天，这些天可以给你苦跟乐，这不是事实，因为为什么不是事实？因为他都不知道，其实苦乐不是给的。但梵天认为这世间是我创造的，啊，其实世间并不是他创造的啊。所以这个是虚狂无实事，是故智人不属天啊。所以天并不是一切智人啊。讲这个好，我们先下课。
说道，啊，他说若力不辱，则失雄威，啊，若心不善，啊，他提到大智论里面这两句话，啊，所以我们说他也有可能是从这两句来说，啊，那么力不辱，啊，就力不如人了，啊，那么他就没有那种力量了，啊，那么心不善，啊，心起不善，啊，就是这个神是指这个神天神，因为天神跟天神会打仗啊，像举个例来讲，比如说梵天啊，他号称创造这个世界，那后来啊被好像湿婆神啊，不知道因为辩论什么的话啊，把他砍天换传说了，梵天本来有五个头啊，然后被这个湿婆神砍掉一个头啊，因为辩论的问题啊，在讲谁比较有力量。那这个后来非常生气了，就把梵天的一个头砍掉啊，变成四个头。那么也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了啊，就是他起嗔恨心了啊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补充一下啊，就是说他讲到若力不如，若心不善啊，那么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。如果应顺导师来说了啊，就是啊，那么若力不如啊，那么则失雄威啊，就没有那种威德力了啊。若心不善，都是指神啊，天神力不如人，力不如其他的神啊啊。我们说湿婆神跟梵天啊，那么。湿婆神后来把梵天的头砍掉一个了啊，啊，若心不起，心起不善啊，啊，这个心不善是指啊，这个天神的这个心不善，天神的力不如啊，那么则失慈悲啊，就讲到顺便讲补充啊，那现在开始讲啊，他说他后面啊，我们再来看他这里讲到啊，他说。若世间中诸众生业因缘故如循环。他讲到一个，就是说，三界六道的众生啊，众生不出三界六道啊，那么业因缘故如循环啊，就叫做轮回嘛啊，一世又一世，一次又一次啊，有时候在天，有时候在人，有时候在阿修罗，有时候在恶鬼，有时候在畜生，有时候在地狱啊，就这样如轮啊，那不一定啊，那所以不断在转，不断在转啊，业因缘故。那他为什么会有轮回的这种现象？因为业有轮回啊，这个其实奥义书就已经是这样说了。那在佛陀时代，奥义书在佛陀时代已经有了啊，所以但是奥义书的观念并没有啊，那么传播普遍的传说，普遍的传播并没有，只对特定的人说啊。那么有一点像。啊，有一点像玄奘大师从这个印度回来的时候，他那个五种性的说法，只对特定的人说啊，独传窥基啊，只对特定的人说，他并没有啊讲啊，其实众生是有五种种性的。那因为当时的佛教流行的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那么一切众生有五种性，有一类众生是没有佛性的啊，那这种说法不太让人家能够。认同啊，那么会引发很多的这个争议。那奥义书虽然后来强调啊，一业有轮回，但是吠陀经里面啊，主要的说法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轮回是天决定的，天让你轮回的，苦乐是天决定的。那么这样的说法，一业决定的说法，可能会大家不能接受。所以这种说法就是只对少数的人讲，啊，类似像这样了。好，所以但是佛陀基本上啊，就说基本上世间所有的众生，啊，苦乐的循环啊，三界六道的循环，那么通常是因为业，以业的因缘啊，我们叫做有因有缘世间起。那如果依据者论的说法，有因有缘就是业烦恼，依业有轮回。依烦恼有业，依我见我爱有烦恼，
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嘛。好，所以福德现在开始讲，福德因缘故升天上，啊，那你升天，包括天神，天神也是一夜升天的，即使是天神本身。天神，你们说的这个创造世界的天啊，那么能够掌管世界的天啊，能够毁灭世界的天，能够维护世界的天啊，这些其实自己本身也是一行业因缘啊，行业其实就是业啊，身口意行的业啊，那依这一些因缘而升天的啊，即使是天神。啊，你认为创造世界、维持世界啊，那个毁灭世界的这些天神，他自己本身都是一业轮回的，啊，那只是他的业里面是比较有福德的。福基本上，如果从福德来讲，福是比较属于十善业。德啊，这个福是外在的比较功业十善啊。那么德的话，它基本上就是有。啊，离欲的业啊，或者是心禅定的业，它叫做善，还有善善跟定善，定善就是禅定啊。那如果是色界天理上，它必须要有禅定的业以及慈心的业啊。那如果是欲界天的话，不用啊，也不用离五欲啊，因为离五欲才能得禅定啊，调伏五欲，它只要啊，类似像行十善，不施持戒啊，然后基本上它就可以升天。所以这些叫做福德因缘的缘故，因为福德的因缘缘故，所以升到天上，啊，所以天上基本上来讲，我们就说善善跟定善嘛，啊，比如说这样来讲，啊，福德因缘升天上，福德因缘升天上，啊，那么杂业因缘故升人中，啊，那天上基本上啊，我们讲善善跟定善，它叫做善业，啊，这个统称来讲就叫善业。那善业有分善善跟定善，那么善善就生欲界天，欲天；善善生色无色界天，定善生色无色界天，色无色界天。啊，这个是欲界天，然后这个是色界无色界天，这个是欲界，啊，就六欲天了啊，色界天。这个生色无色界天，色界无色界天。他必须一定要有禅定，那这个定善很大一部分一定要离无欲去无盖，一定要离无欲去无盖，离而已，调伏而已，他没有断，啊，离无欲去无盖，不然他得不了定，得不了定生不了色无色界天，啊，那基本上是这样，那善善就不用，善善通常是在无欲的满足，他要求的是无欲的满足跟殊胜，啊，色身香味处了。无欲满足跟殊胜，就是无欲都有，然后品质质跟量上都很好，就殊胜啊。比如说你看见的啊，都是好的，你饮用的、穿的衣服啊，闻的香、吃的饭啊，反正这些都非常的殊胜。黄金铺地啊，楼阁七重楼网、七重行树啊，就是在。眼睛能够看到的这一部分非常的庄严，耳朵能够听到的64种梵音啊，那非常的悦耳啊，那基本上嘴巴能够尝到的啊，三德六味，舌头能够尝到的三德六味啊，非常的殊胜啊，天上的禅悦啊，然后类似像这样的啊，那能够接触到的啊，凉风啊，反正这些都是无欲的满足跟殊胜啊，那这个是感官的。感官的欲乐，欲界都是这样啊。最高的欲界，它有一点点往心这边跑了啊。比如说他化自在天，他化自在天是看见别人在五欲享受上很快乐，他自己也快乐，但是他也希望这些他的，因为欲界天欲界顶嘛啊，所以他就他化自在嘛啊，他化自在，他不只是自己快乐，他更希望。这些他底下的人都快乐，但是他如果要离开他就不允许了啊。那这些基本上都是无欲满足，但是有一点点往心走了。那这个欲界天上面就是初禅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它不是在无欲的上面了。
他是在心上喜乐啊。但到四禅上去，四禅上去是无色界，他又更进一步，他不是喜乐了，他是心的寂静。那这种叫做色跟无色，所以叫色贪无色贪啊。那这个是境界不一样啊，但是都是啊，就是身心上的，身心上的这种热，身心的热了啊。那不离开身心的热，那欲界比较重在身无欲感官的，那么色无色界比较重在心啊的喜乐上面，极静上面。好，那这个叫善善跟定善。那定善一定是要离无欲去无盖，要不然没有办法啊。就是你在心跟在行为上，那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啊。那这个叫做福德因缘故升天上。那天上有所谓的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啊，那么都是有行业的因缘啊，都是一业一业有轮回嘛。那么杂业因缘，杂就是杂染，杂染是什么？杂染就是有善有恶，善恶杂染。那天是比较善啊，纯善的啊，偏向善的啊。那人是善恶杂染的。升天大部分都是从人升天的，从三恶道升天的非常非常少，不能讲完全没有，但非常少啊。那么都是由人升天的啊。那这个，但是来做人的就不一定了。来做人的由天上下来做人的啊，天下来大部分会做人，但也有直接堕畜生道的。那么人来做人的，鬼来做人的，受完业报，受完三恶道的业报来做人的，人中还来做人的，从天上福报享尽来做人的，那基本上就这三种啊，就是从三恶道业报受尽来做人的。地狱比较少直接做人啊，但是就是说我们可以大概分三类，就是第一个业报受尽，那因为过去生的业，这一生他受业尽了，苦受尽了，业报受尽了，因为他在堕三恶道以前的业让他来做人。那么天上的福报享尽啊，啊，因为他过去的因缘业可以做人的业，杂染业为导主导，所以他来做人。人中再来做人的就分这三种啊，过去是人，现在还是人，过去在天上那福报享尽下来做人，因为在天上不容易再造业，在三恶道也不容易造作这个轮回的业，就是他就是受报。天跟三恶道都是比较受报的，受善报跟受恶报，只要是这样，所以有苦乐报。那么人的话就是造业比较决定，那人做人基本上是善恶杂染，你再来做人的是善，如果你偏善你会升天，善善跟定善升不同的天。那有一种就是修天不升天，有一种是修天不升天，菩萨他就是修天不升天，所以他也会来做人，他可以升天，他不升天他会在做人。但是这种他就是福德因缘，福德因缘，那么依愿故生人中，依愿。那一般的人是杂业因缘依业生人中，是这样要分啊。那所以众生有苦乐，有行业因缘，众生有苦有乐，这里是在讲这个。好，那人基本上都是杂染，善恶业杂染啊。那所以他说，从这里来看，世间三界六道的世间啊，苦乐的世间，基本上是由业行业啊，那这个是因缘啊。世间的三界六道的因缘基本上是依业，所以叫做世间行业属因缘啊，是依于属，就是依于这个业。世间的因缘，这句应该就是世间啊三界六道的因缘是依业啊，所以行业属因缘。所以自故智者不依天，所以因为你要离苦得乐，基本上不是由天决定，由业决定，所以不依天啊。天不能决定你的苦跟乐啊，其实佛也不决定你的苦跟乐，但是佛会告诉你如何离苦得乐。那天不会，天只会告诉你啊，那么你的苦乐由我决定啊。如果从前面的来说了啊，多数的宗教都是这样，你的苦乐我决定，我说了算啊。
所以你要照我说的去做，啊，但佛不会这么说，佛告诉你，你的苦乐是怎么来的？你如果不听我的话，不照这样做，你就是在我身边，我也保护不了你。如果你照我所说的做，就算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自然也会得利益，啊，那么你依业而有，不是依我而有，啊，所以你就算你不在我身边，你只要照着我的话做，就算我不在了，我涅槃了，我不在了，你只要照着我的话说，你该解脱的就可以得解脱，该升天的就可以得升天，该堕三恶道的还是会堕三恶道。你虽然天天念我的名字啊，天天供养啊，供养这个供养那个，天天念我的名字，天天拜佛，天天送我的经，但是你造三恶道的业的，你还必得堕三恶道，我保护不了你啊。那这个是佛说的啊，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因为这样，有智慧的人并不依天，不归依天呢 啊。好。啊，接下来看啊，他说复次是三天啊，就是前面说的啊，六十二页里面啊，其实就是他这里讲的是摩西所罗天啊、维纽天跟鸠摩罗天。那我们知道啊，摩西所罗其实就是湿婆神啊，维纽天其实是毗湿奴啊，鸠摩罗啊，这其实是大梵天啊，梵天大梵天王。那这个他说四三天，爱之则欲令得一切愿，二之则欲令七四面。好，那我们来讲，稍微讲一下这个。他说，那么他们基本上是有爱恨情仇的。他喜欢了啊，他喜欢的，他就让你得欲令，得欲令啊，人啊，就是崇拜他的人啊，得一切愿啊，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。求什么就给你什么，啊，会这样啊。那如果恶之，他不喜欢你呢，啊，欲令七四面。好，那这个七四面，我们经里面很少讲到七四面这种东西，啊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像龙树不是龙树，鸠摩罗什依的律是十诵律，啊，前面我们也说到，他在讲佛陀。啊，就是大家是结集经典的，很多也是依十诵律，因为十诵律讲的是差不多一样的，啊，就是那鸠摩罗什来的也是依十诵律的，啊，但是后来道宣律师才依四分律，那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类似，就是你有时候找不到大智里面的东西，有时候在十诵律可以找得到啊。好，那我们先讲这个七四面，七四面其实就是二之七四面，就是七四其实就是从你这一世。啊，你的父亲、你的祖父、你的曾祖父，往上推三代，往下再推三代啊，你的儿子、你的孙子、你的曾孙啊，再下去就还有玄孙啊，就推三代啊，就变成啊，变成这个七四面。那中国比较讲诸九族啊，九族就又往上啊，或是往旁边啊，你的这个姻亲啊，这些好。那所以它只是一个形容词，类似像我们诸九族的概念，啊，那十诵律里面啊，我们看十诵律里面，他就讲到波斯匿王啊，听闻迦留陀夷啊，在某一个婆罗门家中死掉了啊。迦留陀夷大概是所有阿罗汉里面死最惨的，目犍连。被持杖外道打到全身溃烂，都没有迦留陀夷的惨。迦留陀夷因为他是迦留陀夷是六师外道里面的一个嘛，啊，但是他后来证了阿罗汉，他觉得他以前对不起佛教，所以他很努力弘扬佛法。他是度众第一哦，迦留陀夷是度众第一哦，度众第一。啊，据说他每度一家，不是一个人哦，一家。这一家如果有三个人，三个人都证阿罗汉；这一家有五个人，五个人都证阿罗汉，都解脱了，不一定叫出国、二国、三国，反正都解脱，啊，都证圣者。那么基本上他才放一根筹，啊，就是放一根筷子啊，啊，然后这样放了999根，然后他想要去度第一千家，他会观察哦哪一个三根证，然后去度第一千家，啊，结果刚好那一家。刚好那一家的这个主人的那个媳妇，啊，那么就是
有小王了 啊，然后他们刚好啊，就是他就是在做就是不应该做的事，然后这个很怕家里头也刚好来，那他很怕他知道，所以就一直供养他，供养他，供养到他晚上啊，不让他回去，然后后来啊，要他为他说法怎样怎样，然后最重要就是要让他去上厕所，然后他就埋伏在厕所里面，等家里头已经上厕所的时候，就把他的头砍掉，然后把他的身体跟头都丢到粪坑里面，啊，就不会被发现了。所以迦楼头蚁大概是死最惨的，头被砍掉，还被丢到粪坑里面。但是迦楼头蚁有神通，所以又飞回来，啊，然后怎样啊？然后后来，但是大家也没办法，一定要死。他死了之后，这个波斯匿王听说迦楼头蚁死在啊，这个就是在婆罗门家死了，啊，然后他很生气。他为什么那么生气？波斯匿王的太太是谁？王后是谁？茉莉夫人。迦楼陀也是茉莉夫人的师父啊，经常到波斯匿王到茉莉夫人那里 啊，所以他跟波斯匿王非常熟，他是茉莉夫人的师父啊，啊，皈依啊，就一直是，虽然以佛为主，但是基本上都是茉莉夫人，都是这个迦楼陀也在教的，教化他的。所以波斯匿王很生气，就把那个婆罗门家的九族啊，基本上是七世了，灭七世啊，那类似像这样，就是他记载的啊，波斯匿王啊，就灭都婆罗门家的七世啊，就是所有跟他有血缘关系的全部杀掉啊，类似像这样，只要跟你有任何血缘关系，其实这个也不应该了，但是这个是说是这样说了啊，不晓得是不是真的，我们不知道啊。那但如果从佛陀来看，他应该不会教波斯匿王这样做。如果他这样做，他也还没证果，证果的人绝对不会这样做。那但是波斯匿王后来也有证果啊，那这个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啊，就是说这个戒律里面，持诵律有这样啊，就讲到灭七世这样的一个因缘。好，那他讲到啊，杂业因缘生人中，所以啊，他后来他讲到，我们讲到这个法句经里面，祭神求福，祭神以求福。从后观其报，啊，福报啊，祭神以求福，从后观其报。因为我们大部分都这样嘛，啊，那么祭啊，透过法会祭祀，啊，或透过供养，啊，那可以得什么福报？得什么福报？啊，比如说，所以很多人会把这一部分，把吠陀或是神教的观念啊，拿来佛教用啊。比个例来讲啊，你在佛前供一杯水，啊，那么就可以得多少福报？啊，周遭几里的鬼都会解渴，啊，那你在佛前啊烧烟啊，你会得多少福报啊？那么几世几世都幸福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不是佛法，这不是佛法，啊，那你供养了什么什么啊，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什么啊，这一些都不是。那他会告诉你祭神，啊，你把它换成佛菩萨也一样。那你说，那我们要供养佛菩萨吗？要供养是做什么用？啊，其实是感恩心、恭敬心，培养你那个感恩心、恭敬心而已。啊，佛法从恭敬中求，啊，那么你感恩的佛陀，那么你恭敬佛陀，那么你会照佛陀的话去做，那佛陀的话才是真实话。所以这里有很多种观念，一个就是说，你要先知道佛到底是怎么教你的。那你说经典告诉我们，只要念一声佛号，只要持这个咒就可以，不是那个。如果有人还是方便说，啊，佛真正告诉你的就是。一切都是因缘，一切都是业，你要怎么把握这个因缘去造这个业啊？那你要怎么样把握你的心？你要知道正确的方法是什么，正确的道理是什么啊？佛法不外乎就是中道正法嘛，中道正确的道理实相啊，一切都是因缘，因缘生的。那么正确的方法啊，八正道啊，你要有次第，而且你要这样做才会有这样的结果，如是因如是果，然后这个你要知道啊。那如果你对于佛的教法不明白，你就会把外道法当成佛法，你就会说，那你看哪一本经里面讲到你念这个咒可以灭五逆十二啊，你这样做你就可以得多少福报啊，你只要一天念多少遍这个咒啊，你就会事事如意啊，你死后升天，
如果有这样讲，那个不是，那个不是，那个是你，这个叫做非法说法，这个不是佛法，不是佛说的，你把它拿来当成佛说的了。啊，佛是这样说的，你却说啊，有另外更殊胜的妙法，啊，佛这样说没有错，但有更另外殊胜的妙法，超越这样的密法，我只对特定的人说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是这样的，那不是佛法。佛法不会只是说哦，你跟我比较好，我只对你说，你不要向外说，没有。佛说不说，完全看这个人善根成熟不成熟，能不能接受。啊，不会因为你有念佛有拜佛，佛就会有秘法告诉你啊，没有这种东西告诉你，真的佛法没有这种东西啊。所以这个有人问六祖还有没有什么秘法，没有，如果有的话就在你的心啊。你看他说讲这个啊，其实真的是这样。好，那么所以祭神以求福啊，从后观其报，四分未忘矣啊。不如礼贤者，就是他其实是祭神以求福，从后观其报，不如礼贤者，不如你去怎么样顶礼恭敬贤人的人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顶礼他恭敬他？因为你觉得他值得你学习。所以礼贤者只是亲近善知识的概念啊，亲近佛，亲近舍利佛，亲近目犍连，只是这种概念。那供养也只是希望啊，那么你尊重他，你恭敬他，你认同他啊，那你要跟他结这个善缘，结这个法缘，结这个因缘，如此而已。最重要的是要你从他闻法啊，或是你看见他的行为你记在心，你如是，你也就是如是修行啊，依教奉行，或者是依他所做的，那么你就是一种法。因为法有所谓他的身教跟他的言教啊，他基本上是这样嘛啊，他有身教跟言教嘛，身教跟言教啊。那么你依他所行的你也如是行，你依他所说的你如是行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所以礼贤者的重点，礼贤者的重点是要依法修行啊，依法修行。因为贤者中有法，他是怎么成就的，我们重点在这里哦。那并不是哦，你只要天天礼贤者你就有功德，不是的啊，这重点不在那里。不能你天天拜佛，天天拜菩萨，天天念佛，天天念菩萨，那功德就自然会有，没有，那也不能讲完全没有啊。就是你当下在拜佛的时候，你的心是安定的，你的心是善的，那也有啊。但是那如果顶多只是这样而已，但是你要真正获得实在的功德，你必得要像贤者那样去做啊。那这个是他之所以贤啊，那么是因为他的业，他的心啊，让他变成你可以值得你尊敬的啊，其实是这样的。所以你祭神以求福，跟礼贤者四分未忘矣啊，他都连四分之一都不要期望啊，不要说那后面的都通常会讲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啊，会讲这样啊。那其实就是说，如果你把它分成四等份，那么他连四分之一都不到啊。那像这个《地藏经》里面啊，他讲七分之一啊啊六啊，那其实这种都是他其实在告诉你一个道理，就是业还是要自己做，自作自得啦啊。那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再看《大庄严经论》里面啊，卷十五里面，若有善业，自然力故。业，所以佛法讲有业有报啊，有业有报，这个果报啊，受好业报。业力自然就会受报，成熟要成熟，自然会受报啊。那善业就有善报，恶业就有恶报，杂染业就有杂染报啊。比如说你布施，其实你不是真正起慈悲心，不是要帮助他那个人，你只是因为这个布施，哎，照相，赶快跟我照一张相，放到报纸，我是善人啊。因为这样，很多人就帮助我，赞助我的企业啊，就给我很多钱。你的布施其实并不是你的慈心，啊，你的布施完之后啊，你又很后悔啊，早知道不要啊，就是后悔你的布施做那么多了啊。那么这种布施都是杂染，杂就是你善终行为是善的，但心不善。行为是善的，心不善，啊，你不是真的善心慈心，所以这种叫杂染施。杂染施有杂染报
杂染暴政是什么？你会很有钱，因为你有布施嘛，所以你会有钱。但是因为你的心不善，所以你不能受用，你很节俭，都不敢舍不得用，所以都是其别他人在用。你好不容易你的名下有钱，但是他用不到你身上，不会让你因为你有钱而日子过得比较好啊。那这种就是杂染报，因为你实际上做善事了，但是你的心不善，所以你实际上也有钱，但是你不能享受到有钱的这样生活，你还是会很刻苦啊。那么省吃俭用，吃得不好，穿不好，用不好，但是你很有钱啊。那谁来受用呢？那些有福报的人，你也许是你的儿子，也许你的孙子，也许是贼，也许是国王啊，那五家共有，那别人拿去用了。但是你的名下很有钱，你是表面上是一个有钱人，实际上你是一个穷人。那表面上你做善事，实际上你心不善，啊，这个就是杂染报嘛。有因有缘，有缘有报嘛。啊，那佛法也是这样，你表面上你是一个佛教徒，虔诚的礼佛，实际上你是一个外道。那你这什么果报呢？那一样是你后来会接触到的佛法，就相似佛法，看起来很用功，实际上用不到心上去。所以你受用不到心，你不能离苦，你是充满着烦恼，很刻苦的在修行，很忍耐的在修行，就会这样啊。那其实就你，我们要好好理解这种东西啊，要真的理解，不是佛法，不是形象上的，不是言语上的，是心地上的啊，清净，清净啊。所以不是看你有多清净，是看你有多清净啊。这个一定要观念要知道。那一定都是离烦恼的，你不离烦恼就离开佛法啊，烦恼就不离开佛法，就不离开断烦恼，断烦恼才能够离苦，烦恼是一切的苦。那么离烦恼一定要归结到离我见我爱，我见我爱是一切烦恼的根本。所以所有的佛法的核心，它是都是通往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。最后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你修念佛法门，你修持戒，你修禅定啊，你观呼吸，观不净，观地水火风，观空，观无相，观无厌，不管你最后修什么，一定最后一定要通到无我来，因为我见我爱是生死的根本。那么由我见我爱起的种种烦恼是造业的根本，由种种业形成的道是苦乐的根本啊！你看就是这样啊。那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啊，真的啊，啊，你不要忙修瞎练啊，天天很用功做这些，也不能讲没有意义啊，但意义不大，四分为妄义。啊，用了很多，投注整个生命，投注整个身心，结果四分为妄义，不要说四分为妄义啊，后面如果有的话，他就会讲十六分为妄义，乃至百千万亿分为妄其义。啊，真的啊，我觉得很多出家人有时候都很用功啊，啊，用功不到理上，啊，用力不在心上，用功不到心上，用心不在除烦恼上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都是披着佛教衣的外道，真的啊，这个其实你这一生就要改了。要不然你下一生，你实际上有这个业因缘，你就是杂染业吗？啊，就佛教参外道，佛教参外道，杂染业，杂染业因缘就杂染报，你会升到啊相似佛法的地方，你看的会很受说，哇，啊，我就是喜欢这种味，啊，现在的佛教徒三感佛教徒，啊，讲感应，讲感动，讲感情，啊，你看哦，是不是真的这样？啊，那。在家跟在家，出家跟出家，出家跟这家，感情用事，讲感情啊，你对我比较好啊，就给你多一点啊，你牌子写的比较大啊，你捐的钱比较多，给你写大牌子啊，反正都是这样这样。其实很多东西是感情用事的，讲感情啊。那么在修行上啊，那么在感情上就讲感动啊，让我感动啊，这个饭拜让我感动啊，这个道场让我感动。啊，这个师父的人让我感动，感动也不是坏事。
但你纯粹在感动上就很麻烦啊，讲感应啊，要这个做了这个法会啊，诵了这个经，念了这个佛，看见什么？看见什么？相信什么？啊，这个本来身体不好的，因为念佛身体好了啊，啊，练了这个功身体好了啊，然后念了这个咒啊，生意顺利了啊，然后看见啊，我刚往生的父母啊，这个骑着牛啊上天了啊，骑着这个坐着船上天了，上极乐世界了啊，就讲这种感应，喜欢讲感情。喜欢讲感动，喜欢讲感应，就这个而已，从来不讲佛法的相应啊。什么是佛法啊？又不跟心相应啊，只跟人感应，只跟神感应啊，不跟法，不在法上有感动，只在人情上有感动啊。那么这一些现象上感动了，人情上讲感，人上讲感情，事上讲感应啊，事上讲感动了啊，心上讲感应，都讲这些。那么你如果把你的修行跟佛法都专重在啊讲感情啊，讲感动啊，讲感应啊，啊，这个一个师父跟你讲，哎呀，我为了你啊，以前我就遇过 啊，那么我特别啊给你做一个什么特别的拜殿，让你来拜，因为我知道你膝盖不好，哇，非常感动。他五体投地，我这一生决定跟随你了，再不跟随别人了。师父对我这么好，我告诉你，佛法不是这样说的，不是我们不要在这一个部分，我们一定是要在你的法是真实的，是真实可以得利益的，这个法是正确的、真实的、清净的。因为我跟随，因为你跟随的善知识，是因为哦，他庄严，他的声音好听，他的梵拜听起来很摄受。他的道场庄严，他的人庄严，他的声音庄严，都在五蕴上琢磨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他的法，佛法是不是可以？你学了之后，一天比一天慈悲，一天比一天明白事理。知识法暂时成为知识，最重要就是要你明白事理，明白事理这件事，它为什么是这样？它背后是什么理则？那么你依照这个理由就可以成造这样的成就，这样的事业。你这个苦是怎么来的？你这个乐是怎么来的？你这个解脱是怎么来的？你这个庄严是怎么来的？你要去明白那个事理，而不只是在现象界中啊。那么对人啊，那么感情用事，在现象在法上啊，都讲感动啊，然后在修行上就讲感应。那这样不行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会误入歧途，很多的佛教徒都是这样 啊。那么念佛就希望见佛，而不是见法。可是见佛是为了闻法，闻法是为了见法。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啊，见佛是为了闻法，闻法是为了修行，修行是为了见法，见到法的实相。那你没有，你只是为了见佛，那不对，那不对。啊，那么你亲近善事是为了听闻正法，你不是，你亲近善事是因为这个善知识梵拜好听，这个善知识所谓的道场庄严，这个善知识对我很好。我告诉你，感情用事，不要在佛法中专讲感情，不要在佛法中专讲感动，专讲感应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么这样你很容易误入歧途。真的，你一定要针对佛法，不要针对佛，也不要针对菩萨，要针对佛菩萨所说的佛法觉悟的方法。怎么觉悟的？觉悟了哪些？佛就是觉悟嘛，法就是所觉悟的真理实相，以及人觉悟的方法，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。那么这个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。好，那所以啊，他讲哦，有善业自然力故，受好业报，如是因，如是果。佛法常常讲，要如实知，如实见，如是因，如是果。啊，所以常常告诉你要如实知嘛，要如实见啊。那虽有国王啊，虽有国王，就是有一个有力量的人，即使是天神。啊，那么一样，
党员之力，用尽全力啊，全党或全国啊，是他的所有的力量，跟你帮助，不如业力，不如业力，啊，你自然就受报，啊，你有福报，国王把你的财产都没收了，你换一个地方，一下子又涌上来了，真的。那么你没有福报，国王把所有的财产分给你，你一下子就没有了，啊，你就是。你没有那个力量啊！他给你送很多吃的，可惜这些你都不能吃，因为你胃不好，因为你喉咙不好，啊，你消化不了，你越吃越难过，啊！那给你造一个宫殿，你就是睡不了，你睡在地上，你睡在这个地上，你就是难过啊！之前看报纸有一个也是这样，他家他的儿子都很孝顺，每个儿子都很孝顺哦，然后他们家有好几栋楼房。里面儿子也有做医生的，也有做什么的，反正儿子成就都很高，而且很孝顺。但是他成为流浪汉，为什么？人家说，啊，他的儿子不孝顺，不是。他住那个好的房子，身体会痒。他一定要出那个木板，就是铺那个木板，住在那个人行道上啊，他舒服。你看人的业报哦，人的业报真的就是这样。以前那个有一个叫做张老师的，他讲他的因果故事也是这样。他在怀孕的时候，他就整身很难受，他一定要叫他的先生拿棍子打他，打就舒服，打就舒服，不打就全身难受。你看这个实在是业报，真的你会看到很多是业报。啊，我以前去台南啊，有一个专门说智障的那些孤儿院看，啊，我都会去看他。那个时候吃的东西也没那么多，而且他们不能随便吃，会噎到。我都买那个蜜豆来啊，整箱的来给他们喝，吸管喝。然后其中有一个小孩，啊，戴安全帽，其他的小孩不戴，只有他戴安全帽。我就问为什么要给他戴安全帽？那个都是大概五六岁而已。他说因为他会去撞墙。我说那你就给他撞那个床垫暖的。他说不要，已经撞墙，他撞到流血他才舒服，他才会停止。所以一定要给他戴安全帽，会撞到头破血流，啊，他没办法。他这个业，他就是要受苦，真的啊！所以你说那个恶鬼、咽口鬼、咽口鬼啊，那你吃东西就化成火，不吃也饿，吃了也苦，不吃也苦。你说你给他念个那业力的，你给他念个咒，他就可以不会化成火吗？没有办法，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啊！你给他念开咽喉，他那个真口鬼，他咽喉就可以开吗？我告诉你没办法，业力所致，他一定要受苦。而且没有受完这个苦，他还不能脱离轨道。业力的原因，他必须要受完这个苦啊，啊，不然他是不死啊，啊，业缘未尽，死何难啊？啊，那没有办法啊。所以党员之力，就算有国王，啊，有天神，不如业力所获的善报。所以要自己造啊。修行也是这样啊，你不要天天梦想这个佛菩萨给你灌顶，给你加持，你功力增进一甲子。啊，那个是武侠小说说的啦，啊，忽然间掉到一个坑里面，遇见高人，给你加持，功力一加持，啊，你就念佛念佛，忽然之间佛跟你放光，跟你加持，你功力一加持，忽然从凡夫到圣者，从出国到阿罗汉，从阿罗汉到实地，啊，你不要老是做这种没有意义的梦啊，那这种，所以佛法它是如是因如是果的，所以。啊，他讲一切都是一业力，那业力其实就是心力，那心的力量好不好，其实跟智慧跟愚痴有关系。所以佛法常常会讲，智慧多闻的圣弟子跟愚痴无闻的凡夫，一切的根本都在智慧跟愚痴，明白跟不明白，知道跟不知道，都在这里而已。所以中阿含才会讲，一切的苦都从愚痴生，不从智慧生。啊，真的是这样啊！那么因为愚痴啊，不知道，所以起欲贪，所以欲贪为一切苦本，经常在五欲的满足上，在心的感动上啊，那感受上都在这一些上面啊。那么其实你要了解啊，这个佛法所讲的道理。好，所以他告诉你啊，这个天啊，它是感情的。喜欢你呢啊，他会让你怎么样得一切愿；不喜欢你呢啊，让你马上消失，长期受痛苦啊。你像那个
基督教、天主教的上帝也是这样啊，你听我的话，长生常在天堂，永生得永生啊，天堂无欲满足，消改快乐。你不听我的话，让你在地狱永世受苦啊，就这样啊啊。那其实这些天，如果从他们的经、他们的经典来看啊，这爱恨情仇那么重，那佛菩萨呢？佛菩萨不会这样啊。我们来看，可是我们的佛菩萨好像也是这样哦啊，其实不是。佛不尔，他做菩萨的时候，就是佛还没成佛以前，在做菩萨的时候，若冤家贼来遇杀，尚且以身肉、头目、脑髓而供养之。啊，他后面就是说，不是喜欢你的人就给他多一点，不喜欢你的人就让他受苦啊。那喜欢你的人就给他快乐多一点。那不喜欢你的人就让他痛苦多一点啊，不是这样的。他说就算冤家贼啊，就跟你有仇的啊，来伤害你的人啊，那么菩萨尚且会以身肉、头目、脑髓，这个就是即使要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即使自己会受苦，只要你能够因我而得利益，我也欢喜，我也欢喜供养你，让你得利益，啊啊！何况得佛时，何况得佛不惜生死，就是说他还没成佛的时候，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他都这样做了，何况已经成佛了，他不这样做，啊，其实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底下有所谓注解，我们看162页，他说。在《大智度论》的卷十二跟卷十七，卷十七啊，大家可以看，他没有讲什么，他只讲在无量劫中，头目髓脑以施众生，令其圆满。那卷十二啊，有讲到，我们可以看啊，因为刚好这里只讲到卷十二，这一本书刚好讲到卷十二，那我们可以看在哪里呢？317页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翻到317页来看。啊，讲到啊，这个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那先看到316页啊，316最后一行，萨婆达王啊，最后一行又如萨婆达王，讲到布施波罗蜜了啊，那么这是一切施为敌国所灭啊，在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灭掉了，身窜穹林啊，那逃跑了，逃到哪里？逃到啊一个森林里面啊，那逃到一个比较不好的森林里面了啊。见有远国婆罗门来，欲从己求啊。那么其他的婆罗门来啊，希望啊，因为他是国王嘛啊，但是他已经逃跑了，身上也没什么了啊，国破家亡了。啊，以前他做国王的时候，那因为他供养沙门婆罗门啊，那如果有人来求啊，他一定会给。可是他现在身无分文了、啊，哎，国破家亡了 又身无分文了 所以他说自以国破家亡，一生长窜。但是虽然是这样，他已经身无分文，也没有能力供养这个婆罗门了、啊，但是。悯其心古故，从缘而来而无所得，跟婆罗门讲，好，那么我还是可以供养你，供养他什么？我是萨婆达王，先王牧人求我慎重，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他一定要把他杀掉，以断绝后患啊。这个国王逃跑掉了，他以免他再回来啊，又恢复，又来，又。结集兵众又把他打败了啊，所以他说先王找很多人啊，找很多兵将啊，要把我抓回去，求我慎重，就是说希望把我抓回去，然后有重重的赏金啊。所以他说他就把自己绑起来，那么你把我抓去给这个新国王，那么新国王因为抓到我有赏金，所以你就把我抓去交给新国王，我唯一能够供养你的就这个了，你看啊。那这种其实他就讲菩萨，这个佛在成菩萨的时候，他都已经好吧？那么
我想要供养你，但是我也没什么可以供养你了，好吧？那么反正我国家已经破掉了啊，也没有了，我唯一能供养你就是你把我抓去啊，抓去领赏吧啊。你看这个是一个啊，然后后面也是，后面都有讲啊，讲这些道理啊，那讲他怎么样布施啊。那么即使啊，会伤害自己的，或是曾经伤害自己的，他也是布施的啊。像后面月光太子也是这样啊。那么有一个全身长疮的人，赖人啊，跟他要车啊。他说我生重病啊。那后来啊，就是问这个医生，他说要有一个没有嗔心的人的血啊，那么喝了病就可以好啊。那太子就说，假设有这个人，那么他也爱惜自己的生命啊，哪里可以得啊？那我是没有嗔心的人啊，那么你就把我的血割了去给这个人喝吧啊。所以把他的身还有水啊，那么都要拿出来啊。但是他也不施啊，那有一点像舍利佛挖眼间除人的病一样啊，那类似像这样啊。那么这些基本上都在讲这个菩萨因地啊，那么可以牺牲自己，让自己受苦，啊，那只为了让众生得安乐，啊，所以啊，但愿众生得安乐，啊，不惜自己啊受一切苦，啊，但愿众生得离苦了，啊，那么不为自己求安乐，啊，那但愿众生得安乐，啊，那么不免啊不必自己啊那么受诸苦，啊，也是类似像这样的道理。好，所以啊，他讲。即使冤家者啊来欲杀，尚自以身肉头目髓脑而供养之，何况得佛不惜生死？以是故，读佛应当受佛名号。这个佛陀的名号其实是觉者，他叫做一切知者。他这个佛陀是觉者，觉者就是知一切法的实相啊。知者啊，一般他这里翻作智者或是知者，他是一切智，一切智者。啊，就是知一切法的，所以佛又是一切智。那大智里面有所谓的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智智啊。好，那所以他这里说，只有佛可以真正为一切智者啊，因为所以应当归命佛，以佛为师，不应以天为师。四天就是以天为师啊，就归于佛，不归于天魔外道。啊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啊，那但是我们的佛已经，就是说现在离佛那么远，佛的形象已经变了，佛法也已经变了，我们要把佛找回来，要把佛法弄清楚，啊，这个是其实你真的是皈依三宝的人，啊，佛教徒，啊，那么要了解什么是佛，什么是佛法，佛到底都说了什么法，我们现在到底都在修什么法。都在念什么佛拜什么佛啊，这个你一定要清楚，要不然哦，你以为在拜佛其实在拜神，你以为在修法其实都是修外道法啊。那么很用功没有错，但死了都变成天魔外道的眷属啊。就算你再来做人啊，你就很容易遇见相似佛法，那修得很高兴啊，修得很虔诚，修得很专注啊，那专门在讲感应啊，讲感动，讲感情啊，这个其实不是佛法啊。但是你一直以为都是佛法啊，就很糟糕啊，就很糟糕啊。像有一些人，他一直以为是佛法啊，他就会讲啊，什么叫做无眼耳鼻舌身意啊？就是你把你的这个心放在啊，你这个心眼上，心眼是哪里呢？就是你的什么穴什么穴上啊？你看，他以为这个是佛法，那其实这个其实外道法啊。这人有什么几轮啊？那这个什么轮什么轮什么轮啊？那你就把你的心专注在那里，从那里开天眼啊，开天眼就开心眼啊，开心眼就开智慧眼啊。反正你看。讲的好像是这么一回事，其实佛法哪有这么说的啊？但是他认为这个就是佛法，那就参啊，就外道这样参这样参，你都不晓得什么是佛法，你还以为你是真正懂佛法的人啊？其实世界上很多这样子的啊。好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